网红去发布的一个 vlog， 其实我在上海，但现在已经住了20天吧。我在上海的幸福挺好，但我有点不习惯的就是我每一次吃饭呢，都是我给你看一下，红红的。只是我告诉你一个东西，就是我在香港呢，我是当老师，然后因为我每一次当老师的时候，我要说话呢大概要8个小时，然后我不可以吃辣，因为我一吃辣呢我就会生病，因为我喉咙会很痛嘛。但是我过来上海的幸福就是每一天都要吃很辣，有点不习惯的。但是我现在没有辣根本不可以吃饭，这个就是我在想，就是我在上海最大的转变，就是我喜欢吃辣。今天我到我朋友的店，我看见他的店原来是卖中古的，然后我发现他有好多的东西都是卖 Vivian Westwood 的，你看。然后我很羡慕哦，给你看一下他的衣服，这个是不是很好看呢？然后我发现他们都是 Red Label， 然后都是全兔，很好看呢，我觉得。但我个子不够，我只有150，我穿不了这个长的裙子。我很羡慕了一些高的女生，因为我真的不高。然后我之前在香港也是做服装的设计的，我给你看一下那个双坡高贴的，好美哦，你看，是我最喜欢的粉色。下班啦，拜拜，下次见。小公。